7月17号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22例，其中16例本土病例均在新疆。 疫情蔓延的严峻的情势下，我们必须按下暂停键。就那天晚上，我感觉到我们这就是战时，这就是战场，这些人就是战士，像一个参加一个战役一样的那种一腔热血去踊跃报名。居民都下来了，也很配合你，你不能让人家说话呀。你自己阿姨。 我不干，我不干都没人干了，这一天就过不去了。我内心的想法是，我不怕，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职责。人工的生命得到安全保障情况下，其实大家理解理解，忍一忍也就过去了。相信这个疫情过去，会好起来，慢慢好起来。作为我来说，我还是对这个新疆还是充满很大的希望。 Autumn is the best season of the year in Xinjiang. However, in July,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had destroyed the city's usual tranquility. I'm Kurban Jiang, a documentary filmmaker. With my camera, I wanted to record how people battled the epidemic.做出封城的这个决定是很难的，但是在疫情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按下暂停键，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生命安全。现在疫情嘛，社区也管得严。这疫情来了以后呢，大家都要隔离，饭馆也不能开了，就是包括我们的员工，还有我们的原材料、房租。 这一块都是，非常压力非常大吧？就大家看一下我刚刚发的信息，啊，在就业群里头，我们大学生有些呢已经参加完了线上的这个双选会，还有一些同学可能已经都参加完面试了，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些学生没法到岗，没法到位。少友，哦，我赶紧通知你一下啊，咱们广东的那个湛江50名那个游客预定。 刚才通知要取消了，麻烦你取消一下啊，好不好？大家都知道，这近3年来我们新疆旅游行业的发展势头呢都是非常好的，基本上每年的这个接待人数数据呢都是翻番的，7、8、9，新疆最黄金的3个季节。那么其实我们这次疫情呢，基本上已接待的游客退团人数达到了近2000人。 那2020真的对于旅游行业来说，真的是极其艰难的一年。其实，对于一个新冠这样一个传染性比较强的传染性疾病来讲，那么也就是我们叫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但是从社会层面上来讲，它可能就意味着是要不能出门，可能意味着交通的中断，可能意味着封城。 其实这对整个实际上是对老百姓生命的一个负责。其实我们压力也挺大的，咱们新疆人，咱们都知道喜欢热闹。
喜欢聚会，所以就是有些发生过有些小区因为互相传门而导致过感染。小区封闭的时候，妈上去通知了不让聚集，但是我没有在意，到楼上的邻居家吃个饭，没想到就感染新冠了。哎呀，现在特别后悔。你好，我是社区的。刚开始清理也挺别扭的，然后后面看到他们也很辛苦，发现他们也很用心，心里也就舒服一些了。我是二胎剖腹产，头胎也是剖腹产，最后一次产检的时候医生就说了你这个比较危险，因为疤痕那个子宫就害怕就是撑开了大出血，就是有生命危险呀。我这要生在家里咋办呢？出不去，你说你怎么办？社区只有三辆车，第一明确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保障组，第二一块呢我们有陪护组，由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把这个病人的基本情况给医生在第一时间做汇报，确保医生第一时间做研判，及时的救治。从门一出去，人家都社区都体贴心，可能是工作做好了吧，我这也不知道人家后面付出多少。有点控制不住，还是有一点，那个心脏在这加速。当时有点眼睛确实有点热了，特别不容易，感觉麻烦了好多人。那个自己家的事情，我感觉麻烦了好多人。现在是到的一家酒店，这个是一个隔离酒店，然后有一家三口准备要就是今天就下午就是走，所以我就现在是要过来就采访一下他们在隔离期间的一些点点滴滴，他们是怎么过的这个隔离期间。我好热闹啊，宝宝的声音都听到了。来，请进。小朋友干嘛呢？我们得陪娃画画，教他画画了。给他爸爸给你做了小兔子，然后中间底下是个洞，然后几个在干什么？怎么样，在这待着还行吗？还可以，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嘛，我媳妇是四川人，然后那个这次没想到，本来想来新疆看一下大美新疆，因为一直没来过，然后刚好我跟公司请了假，想带着老婆和孩子来新疆看一看，然后没想到一来就遇到疫情了，然后就把我们隔离到酒店来了。政府也挺给力的，然后住宿也免费，然后一日三餐也给你供应上，然后没想到新疆菜挺好吃的。这是我们午餐，你看有那个土豆烧牛肉，还有青菜，都是免费的，还有酸奶，新疆酸奶真不错。因为我媳妇是四川的嘛，她喜欢吃米饭，所以米饭也有，这菜都不错。其实你想一下子那么多人突然隔离起来啊，真的是很不容易，这我们的生命得到安全保证情况下，其实大家啊，我们不缺吃不缺穿，有住的有吃的，政府的压力也大，其实大家理解理解，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你们还会要选择来吗？肯定还会来的，因为这次很遗憾没有把新疆玩成，我想下一次再带着老婆孩子再来好好把新疆走一遍，好好玩一下。During the lockdown, people were naturally worried about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Everyone did what they could to help, in hope that the epidemic would pass and life would return to normal.7月30日，我市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9例，其中43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7月30日，我市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11例，29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6400，欢迎降落乌鲁木齐国际机场。感谢机组和搭乘本次航班的湖北援疆医疗队的五四员工，感谢白衣天使们的执甲逆行，跨越千山万水驰援乌鲁木齐。我心为你们保驾护航，感到无上荣光，在此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南方6400收到，新疆加油，乌鲁木齐加油！欢迎，感谢，欢迎，感谢。欢迎，谢谢。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in Urumqi, I've been bombarded online with the slogan, Stay strong Xinjiang, stay strong Urumqi.疫情来得特别的突然，要求呢全面进行检测，那我们快速成立了这个检测中心，让我们组成了400人的检测队伍，那政府呢也包了3架飞机从全国各地支援我们，调集了200多台的检测设备，那使我们的检测能力呢从原来的日检测10000管到现在的日检测100000管的能力。太棒了，阿姨头部要往后仰，好，非常好，好，非常棒啊。好了，走吧。5号楼2号专员的人，咱们上来做检测了。一开始有些居民有点紧张，配合补号包括医术，但后来做了几次就好了。我是6点钟，当时天蒙蒙亮的时候出去的。要对接社区的那个单子，因为有些同事是当时前一天晚上干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没休息，就一直在干，特别累，同事就在草坪上休息。这是我随便找个小角落，当时也比较热。During the outbreak, the medical workers did everything in their power to treat patients and prevent the epidemic from spreading. Saving lives was their priority. 来看看你，怎么样啦？好的呢。我听一下啊。2月6号，代表新疆第3医疗队就奔赴武汉了。4月31号才结束，然后从武汉回来。我们是医务工作者。这两次啊，抗疫的抗疫的治疗啊，义不容辞的。咱们集中防控的及时性，早及早的全市范围内开始。
开始喊普查，普查普查过程中，等你还已经得了，还没有在潜伏期的范围内，咱们就给你看，都已经查出来了，迅速集中救治了嘛。咱们国家的层面，党中央的层面对这个病的高度重视，啊，派了专家组来给我指导我们治疗，就把咱们的救治呢提高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这个老人只是高龄，但是呢，他没有太多的基础病，总体身体状态还是很好的。但是高龄本身就是一个最危险的因素之一。你自己伸下舌头，我看一下呗。哎，吐了，吃了，吐了，这怎么办？哎，对，你看，你看，你看，老师，你看，我们今天给你吃馕行不行？馕要吃馕，给先吃，对对对。啊，在早期的时候呢，对他进行治疗，后来等恢复的时候，再在走廊里他还可以跳舞。啊，跳得很好。老爷子出院以后，大家也挺开心的。Quite rightly, the most experienced staff and best resources are focused here. The full cost of treatment is reimbursed. The patients are given hope and strength by all the help and support they receive. 今天我们就去看那个遗精遗血垃圾处理厂。这是这个衣服也是一点都气都吐不上来。好，一上来了以后就浑身就是有一些发抖，我也给汗出的更多了。好，咱们就可以走了，是吧？你下去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吧，2米到3米的距离就可以了。The medical waste produced by COVID-19 patients is exceptionally dangerous. It's essential that it's handled and transported by special staff and vehicles. Guo Laijiang and his colleagues have been working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来，我跟你说一下，脚脚抬一下，你这样翻过来，翻过来，这样背对着我，背对着我，好，挺好。就全是新冠的人，第一次来的心惊胆战的，干的时候心里面就觉得，老自己抓上手上病毒。他们这都搞得好得很，又医院又搞得很。进了这里面就你看嘛，那些门我们都进不去嘛，我们只能到我们该进的去。也是，也是非常辛苦，都是辛苦。所有的医疗费用都要在这个分烧站，然后经过分烧，这就行。从这两个电梯用到五楼，然后装五楼是一个处理的。How could patients with illnesses other than COVID see a doctor?I've heard that the problem was solved by establishing buffer wards. I'm going to have a look. 这个环中病房过去有吗？我第一次听说。没有。也就是说，是因为疫情发生之后开始就是要有一个环中病房。对。根据这个国家卫健委专门过来给我们指导，怎么样去建设这个环中病房，治病救人是第一位的，不能有生命危险。如果这病人。有生命危险要急诊手术，那不能等结果了，就赶紧上手术。你是从16号到现在？对，大概明天。明天就。明天就能。明天下班以后。想孩子了。想了，孩子刚给我打电话完了以后，确实想。今天就是，就明天晚上回家，就最好现在能跟家人在一起。For the kindness and commitment they exhibited, the medical workers are deserving of everyone's respect.
still today, they're continuing to fight on the front line against the virus. While I was quarantined in my hotel, I became curious about how vegetable supplies could be maintained for such a vast city. A friend told me that a Jiuding wholesale market has been particularly busy. I'm keen to see for myself. In order to encourage people to stay at home, all their essential supplies are delivered to every household in the city. In addition, delivery is guaranteed of all the medical supplies needed in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然后我们单位呢，临时改造出一条生产线，专门生产这个八次消毒液，来满足我们这个防疫工作。然后我们也每天呢也是加班加点，生产这个八次消毒液。现在每天平均呢，能生产出十吨的消毒液。 在防疫期间，一次性口罩是一号品，用量非常大。为了保证防疫物资的需求，车间每天24小时生产，每天能生产38万左右，基本满足了防疫的需求。 You can sense the warmth and love in this city. The market is where the three meals I enjoyed each day came from. 这两天疫情比较严格，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加着班加着点在干。我们每天就是一天三顿饭。现在去多少人在干？每天都是这种场合，对，大家都高度紧张。每天都是这种状态。早饭5点，到8点就开始，我就出了，因为9点半之前要开始送到。每天质量技术监督局的监督员会抽样抽检。哇，好香啊！这个就看着就抓饭呢。 今天给整个配餐是羊肉抓饭，咱们的羊肉呢是塔城的。这个羊肉应该是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呀，8-9公斤的羊娃子。你们这边就别的东西还挺多，葡萄干儿，对，鹰嘴豆，对，再来一碗非常厚实的羊肉汤，啊，好吃，真好吃。 喂，你好，你是不是6号楼志愿者？你们6号楼1单元501的菜已经配好，一会儿你方便过来取一下。行，好，等会马上过来。好，再见。好，再见。我们疫情期间都在店里，店里每天都有新鲜的菜，然后居民通过微信群需要啥发到微信群里面，我们帮他打包好交给志愿者。 我年轻嘛，就想为这次疫情出点力，给大家送送菜呀，然后提供送送药，扫扫垃圾场，带着的护目镜不透气，入户必须要穿这种二级装备，头套、护目镜。
为了自己也为了居民嘛。穿着这些防护服也不透气，可能会很热，再加上这山上又是下坡很多，上坡也很多，人多碰到也多，楼上楼下的跑着会很累，出的汗可能就比平常多，你不干我不干都没人干了，这疫情就过不去了感觉。满20岁，年轻嘛，力气多，流点汗没啥的。像一个参加一个战役一样的那种一腔热血去踊跃报名。一开始我们一个单元一口气能下来，现在每天三次的这种消杀，到最后就是一个单元下一半休息一会儿，坐在那儿坐在单元里边就会想，我凭啥我要这么干？但想到最后，那凭啥？就凭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过个十几年以后，等我女儿成人了，等她看到她小时候经历过这段时间，我就可以跟她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我就在一线付出过，也算是一个战士。社区人员非常辛苦，每天买菜买药还有很多的事儿，他们都办，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援。国家对我们老百姓的健康非常关心，政府的工作真的很到位，我是一个打工者，在这里都感到很温暖。相信这个疫情过去会好起来，慢慢好起来。作为我来说，我还是对这个新疆还是充满很大的希望。8月16日，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0例，乌鲁木齐市将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没有办法做地。Never imagined the city would be so full of life again so soon after the lockdown ended. 给爸爸来，回来啊！哎呀，这红鸡蛋我们可是多少年没见过了，是不是？来，发鸡蛋了，快来来来！恭喜啊，恭喜恭喜！砸一下！来来来，砸一下！恭喜皮夹克！拿几个给大家发一发，鸡蛋，使劲发吧。我也是很激动呀，我们等着开业。开门，先往包厢。政府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吃住都免费的，真的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气。我相信应该可以，没问题，应该一定可以。慢慢都会好起来，都会好。八十多人，我给他菜都给他准备好了。开张了。During the epidemic,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made a contribution to this city. I hope through this documentary to pay sincere tribute to everyone who calls Urumqi home.